上了我的饭盆，决心把干饭吃活。三二一，终于等到了饭店，干饭人干饭时间，第一个冲向饭店。所以说他胖都是有原因的。 AD 干饭不仅快而且还多，宠物店的老板推荐我这款狗粮，高蛋白低脂肪，可以控制狗狗的体重，希望 AD 可以快点瘦下来，不然我真的害怕他8厘米的脚承受不了32斤的身体。